没有五月天，今年百火365天，桃园棒球场12月23日起跨年加班，直到2018年1月7日。一生一定要活一场五月天。五月天2018 Live Tour 人生无限公司，无限延伸你的第二人生自传。10月1日，拓元售票系统10场门票首卖。Sharp 冠名赞助。